吃果果喊你，吃果果。Thank you。公公吃，果果吃，快起来来给公公吃。对。你要给我吃吗？正心，正心，怎么？哈哈，你这人要烦了。那块儿。打也打不过，之前丢的。妹，水洗没呀？没有啊，还想瓶水？那我们先起床了嘛，都到中午了，好吧？慢点，等一下小伙伴过来耍了哈，找你玩了哈。嗯，好呀，好，起来了啊。走了，穿鞋子下去，让我们下去梳头发，好不好？对，把鞋子穿起，穿这个大拖鞋，没得小拖鞋的。真棒，走。啊，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个小辫子，好不好？不要梳小辫子了，你等一下还给不给你的那些朋友玩呀？肩嘛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一年四季它都有那个花长起来都漂亮。嗯，二舅妈给我们送了一些鲫鱼过来，今晚上要煮鱼汤。看见吗？来，你往前，我给你把这个油还加一下啊。好了，看一下，又是一个新鲜出炉的小美女，可以了，去吧。放点热水。哎呀，我来把鞋子擦一下，鞋子这几天好碰灰尘呀。我们打招呼的嘛。大家好，我小小，走进自己干嘛？啊，你是后有跟打招呼啊？妈他们就滋养去了，滋养去体检去了，然后就只有我在屋头。是的，因为我屋头厕所在装修，我在那儿守着。你哥呀？对呀，还有那个妹妹呀。然后那个妹妹她也来我屋头已经第二天了，她这儿好好耍哦，跟那些小伙伴。我问她回不回去，她说不想回去了。不想回去了？她不想回去了噻。欣赏一下来自小朋友的吵架。月儿，月儿，哎，干净点哦，啊！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跟你说。这个肥肥的吵。不要坐在那里哈，听到没？这边这个肥肥是肥长的。啊？他们是肥长的。肥长的。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。下来了啊，谢谢你啊。我说吃面了嘛，这几个娃娃煮点面给他们吃。哎，他们好耍的嘛。他不错的嘛。月儿过来，过来，今天中午我们就吃那个酱油拌面，好不好？嗯，喜欢呀。哎呀，坐在这儿晒起太阳，哎呀，安逸得很哦。要到十一点了。哎。哈哈，没。
看我们家大整了一下，这儿是个花坛，上面有几棵树。我三姨妈已经来了，月儿过来，这边你在玩狗狗吗？啊，嘻嘻，我家好不好玩呀？你下午要不要跟朋友一起玩呀？要呀，嘿嘿。第一个朋友啊，你去看那个花花好不好看？我们家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耍，月儿。你好大方哟，你懂得分享哈。你为什么要给他糖呢？我给他吃了鼻子。哦，真棒。你要不？我不要，谢谢。我要一个吧，我想吃一个。Thank you。要不要？哇，你好厉害哟！你也跑过去哦。哇，你好厉害哟！哇塞！哎呀！哇，哎，喊姐姐。姐姐。哎。那个风都飞到树上了，怎么办？飞到树上把用棒棒剁下来哈。哎呀，我爸他们回来了，就在楼下耍。然后我在这儿说一下哈，我不是这两天不是把我妹妹带过来了哈，当时我还是挺不敢面对邻居的哈，就是说他们要说闲话这些等等，然后我都是鼓起勇气带起来的。然后经过这两天的这个嘛时间，我觉得又没得啥子了，整个人那种心情一下就开场了。以前我就很顾虑这个问题哈，现在就不顾虑了。当时我把那个妹妹带过来的时候，我爸妈他们还是挺喜欢的哈，都在笑。这个小妹妹她情商也比较高哈，也是比较懂事的。然后我爸妈他们还是比较喜爱的。虽然说我在视频头很少拍他们，但是生活中确实是。真的是那种喜欢的程度，就觉得很快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在这儿，拜拜，是这个样子，再也不怕人家说闲话了。